旁边高楼是一座一座，却没有一个属于我。身边汽车一辆一辆的飞过，未来计划是很多很多，却没有一个实现过。整天忙忙碌碌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现在的压力这么大，想找个女朋友没办法，宁愿坐宝马里哭，也不愿在自行车上回家。现在的压力这么大，想找个好工作没办法，如果未来不是梦，我何时才能够拥有它？